我是刚刚列车到了189年8月5号台北捷运淡水新叶十二点四，咱们红树林站十二点四。我这是开往象山的高雄线，刚刚的这边列车。以及开往淡水的102次高雄线刚刚的时间列车，往淡水。那往象山的114次，刚刚那一台哦，对啊，刚刚那一台114次，刚刚从刚刚开始这样，以及102次看到淡水，我来了，什么？耶，我们要去淡水喽，我要去淡水。交汇捷运列车，终点站淡水，淡水水选。楼下面一个妈的门都丢我们大地方了。终点站淡水站终于到达。谢谢哥哥，你那麻烦。终点站淡水站到了，每个字再见。